第二阶段。1、2、3。不是鹅卵石造机吧？哎、欸，啊！好多铁桶哦。最后一个阶段，这怎么到啊？到这边，哦，反正1、2、3。我就知道啊，OK， 那再来就好奇了，我没有打火石是吧？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玩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安安呢？这样也好看一点点，来。啊，记得是放这里，这里。或这里，然后再去拿岩浆桶。哦，好多铁桶，傻眼。要一个桶。好，我们去挖，捞捞捞捞捞捞岩浆。再不是我们的事情啊，看他造化了。再来就是也只能等地狱门啊，呼呼呼，哈哈哈。好，烧好了。我想说，等他烧的时间，我们来挖石头。不对，那这样还在换哦，换岩浆桶。好，不然我们去钓鱼好了。欸，我刚没有存哦。哦，存错了。看一下哦。那表示说，绿宝石的产量应该很好得啊。等一下哦，哎，是啦，这个是三十二个，哦不，我当时想起来了，当时钻石绕蛮久的，
什么？好，这时候小僵尸我会哭欸。哎呀，好了，完成了。安安啊 ，Hello， 需要建材。拿来拿去，走喽。身上做个装备好了。OK。发现一件事情，应该要带铁镐过来的。铁镐，喂，闹钟响了。做点活吧。
走喽。嗨。唉，我东西一次拿一拿好了，等我一下。69，然后00的位置，好。有没有碉堡啊？哦。活塞要铁，鹅卵石木头，观察者红石啊，麻烦哦。一样快，干嘛？结果殊不知地狱没有空岛，我还蛮期待地狱是个空岛哎，然后里面是那个有 NPC， 一样是有 NPC， 这样子。
14个应该够了吧？再挖一点。等一下，我们好像也弄得出附魔台了、欸。反正就是要钻石嘛。黑曜石的话，先有钻石岗，5颗钻石，然后回去挖一挖哦。OK， 这期应该过了。哇，碉堡会不好找哇、啊！哇哦！哦，那时候会问有没有雪地，是因为雪地坐标啊，不是雪地啊，就是雪下雪的坐标。那是因为我想用冰块，在地狱这样用冰块叠的话，走路比较快啊。好的，你怎么说声音啊？碉堡你在哪？碉堡。没有，算了，今天就到这边吧。换游戏，换游戏。来地狱对来说压力太大了。哇，挖了这么多！啊、
好了，换游戏了，换游戏了。我们来打斗阵了。岩浆捞回来。哎咻！等一下，我去尿尿。啊，我橡皮筋嘞！咦？我找到了橡皮筋。总勾不起来，傻眼儿。哦，算了，不勾了，不勾了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灵敏度跑掉了。哦，麻烦你。滑鼠，按键设定，这个，这个。哎咻！影像我们啦啦啦！哎咻！怎么办？又被 host 了，可是想换游戏了，想换游戏了。Hello， 罗塔，我去找一下这个种子嘛，好了 ，S E E D， 复制。